个我们刚拔回来的大萝卜，挑点像裂味的不太好看的，拿回家砸丸子吃。来，太多了，你砸到了。关键它裂得多呀。多挑点，多拿家点。好了，这些就够了。这萝卜太贵了。砸丸子我是听的。现在这萝卜就跟水果似的，这叫什么？现拔现吃。这叫人家叫产地直邮，这叫产地直吃。那我也吃一个，我给你选啊，跟你爸挑好的。嫌不嫌乎你买的？给你爸。这萝卜一点都不辣，还甜。这都是水果萝卜哟，啥味没有，一点不辣。再挑颗大白菜，这个吧，行吗？嗯。拿两颗，我说挑一颗，拿两颗，惨了人。姑娘，你看奶奶做啥呢？你好久没吃啥了？这里边是胡萝卜，还有大青萝卜、香菜、圆葱，然后面粉，加上一些调味料。看看俺家油罐子特别不？感觉是装酒的。这是纯素的。嗯。都是素的。连鸡蛋都不加。嗯。这丸子的形状全部取决于勺子。这我有啥东西就想颜色好看。不上火。来看看我妈的手艺啊、哦！别糊了啊、哦！糊了就差评。哎呀妈，这不圆呢！我不能说了，我说应该说。不是圆圆，咋那么多事儿呢？没搁中间。我这样是不是好的呀？咋糊了？别糊了，妈，我在这是不是贼烦人？嗯、我在这是不是贼烦人？烦死了！不干活还挑刺儿是吗？咋糊了吧？对，糊了，你讲话、嗯、应该是糊了，糊起来了嘛。肯定好啊。好香，嗯，你干啥？你伸手，你是不是要搁手拿要吃、啊？我刚才那啥，你懂啊？烫到你的爪。好吧，我跟着我妈，我跟住了。你这跟香味过来的，这家伙的。妈底下这个行是不是、啊？你比你姑娘还馋，你姑娘都没说跟在锅边，你这家伙一直站到现在。来一块，现在满屋飘香的。上边就热啊、嗯，拿勺，拿勺，拿筷子。都等着你评价呢。给你筷子。咋样，姑娘？可以。怎么不咋地呀、啊？说可以，是不是时间短？我好尝一尝，屁股。一瓶啊，给你筷子。好吃。哎，我都听那嘎吱嘎吱的声音。是吧？嗯。